余生请多指教。杨子孝战婚礼超浪漫，网友期待播出。关注杨子和孝战的网友们应该都知道，近段时间杨子和孝战一起合作了一部新作品《余生请多指教》。目前这部剧已经拍摄结束，正在等待上档，而且有爆料称，因为吴亦凡主演的《青簪行》无法播出，可能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会在8月份上旬播出。对于这一消息，大家还是很开心的。近日有网友在网络中晒出了一段杨子和孝战在剧中的路透照，照片中是杨子和孝战举行婚礼的片段，杨子穿着白色的婚纱，头发上戴着白纱，虽然照片很模糊，但是看起来还是很漂亮的。穿着婚纱的杨子很认真地看着前方，孝战则是站在杨子的旁边，眼睛盯着身边的杨子，非常的深情。看到这一幕之后，很多网友都表示被孝战的眼神撩到了，希望这部剧能够赶紧播出吧，光是路透都着呢的甜蜜了，正片播出一定更好看。你们觉得呢？